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三组搭档闪亮登场。哦，你好，你好，主持人，嗨，你好，哇，哦哦哦，看着手中的乐器都觉得蛮熟悉的哈，是啊，但是这外国朋友好像有点不太了解这个二胡啊，一般就是一个人拿一个来演奏。我明白了。你是不是想让我配合你一起？可以吧？不行，哎呀，这没有童子功练不会。放过去，放过去一个，放过去一个，好，放过去一个。来，二位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好，大家好，我叫史明斯，然后我是从美国来的，然后我很热爱二胡啊。因为你这胡子长，我们还确实看不出来多大年纪。你猜？应该不到五十。哦，你把我显那么老啊。那你的年纪是？我只有一年。九一年的。嗯，天哪，九零后。这胡子刮了之后就年轻了。旁边这位是我的老师。老师，老师好。老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邓伟明，我今年61岁，我也是我们外国友人史明斯在中国的唯一的老师，所以我很光荣。唯一的二胡老师。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两年呢，因为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国外是普及率比较高的，所以就是越来越多的外国的朋友想来学。嗯，但是像史明斯这么高水平的外国友人不多，非常厉害。老师教的好，老师教的好。那你只能表演证明一下了，好不好？好，是跟老师一起合作吗？来一小段。好，来，我们有请师徒二人给我们带来经典名曲《赛马》。感觉到有那个两个马好像还在对话，后边那个感觉哈，这都听出来了。哎，这马跟那马说，那马跟那马说，好样的。哎，但是因为我们看过很多这个二胡拨弦的动作，我们这外国友人拨的时候，他给我感觉有点 rap 那劲儿进来，他有点摇滚范儿都出来了。哎，对，自带感。你看这一点评，专业的音乐人。这个我非常熟悉，因为我小时候我也学过这个。这还有一把琴呢。哎，对对。那什么琴？有一些二胡的曲目嘛，它需要不同的琴，这个就是专门就是为了二泉音乐，是吧？哦。哎，这个我知道，我给你表演一下。哇，可以，可以。这个是专门演奏一种特殊的乐曲，我这也多年未拉了啊。哟。这听着挺专业的啊。听出来了吧？一闪一闪亮晶晶。小星星掉沟里了。
很音色，有一种赛驴的感觉。我这属于打岔，你揭秘一下。你不岔，你完全不岔。哎呀，那我来一个哈春音乐吧。好，来一个忧伤的旋律哈。特别是二泉音乐有突飞猛进，对，拉得我有泪花的感觉。那你会和自己的一些经历做联想吗？看我肚子感觉还不够饿呢。但是有一些悲伤的事儿了，也会联想到自己一些比较难过的事情。是的，所以就好像这一下就通了。对，因为很多艺术上的东西，音乐上的东西很难用语言去描述。 对，完全是你自己的理解，你的感觉哈。我第一个曲子在美国听到了，就是二泉音乐。二泉音乐，非常感动了，让我很想学二胡。就突然觉得好，原来有这样的一种乐器哈，这种声音。对，然后找到一个老师，也是在美国找到了一个二胡的老师，也是中国人。其实是他的之前的同学。那后来怎么就来中国学了呢？一开始就是拉琴嘛，我很不顺利。很不顺利。对，就很难听。就是刚才我那种。哪里，你比我好多了。这个弦乐啊，在学习阶段最开始基本就是锯木头的声音。对，嘎吱嘎吱嘎吱，或者猫叫。自己拉的也难受，旁边听的人容易心脏病都犯。对对 对。回头老师，我那小星星您再给我辅导辅导。哦，不，吓死老师也怕砸招牌，你知道吗？其实我每天练，我就是非常的害怕，怕那个邻居呢投诉你。对呀，天天在家锯木头啊。对呀。史密斯到了中国以后呢，我在上海，他在台州，为了要把二胡学好，他每周六坐火车到上海，大概路上单程3到4个小时。就是很用心、很认真的一个学员。很厉害，很厉害。他有的时候要学习的一些中国乐曲我自己都没拉过，但是他说老师我要学这一首。其实反过来，他在跟我学习的时候也促进了我这个做老师的那个水平提高。所以师生俩是共同学习共同进步。对，但是呢，因为语言沟通问题呢，我们在学习当中会对中国的音乐术语上面会有点障碍。打个比方，中国的音乐当中有一个叫弹性的，他为了这3个字从台州打电话给我，音乐为什么会有弹性的，这个怎么处理？那您英语水平怎么样啊？
他可以的。不不，只能说 Good morning， 拜拜。你看，你看，不错吧？那就很棒了，四级水平了。弹性，咱们用英语，你说咱们翻译怎么翻译？哎呦，这不好解释。后来我也是苦思冥想，第二天我给他回复了，我说你知道篮球气打足的时候，打在地上会弹起来。但是不打气的话，篮球就憋在地上弹不起来。那我现在好奇的是，这段话你是怎么用英语说的？不，我是用中文。啊，这段话用中文说是可以听懂。中文，对对对。那这弹性的，你现在表现一下弹性的。史明斯来给我们展示一下弹性。好，咱们就模拟一个情境，然后这其中呢要展示弹性，以及根据情绪变化出来，你用这个音乐的处理。哦、OK， 好，我说，然后你就配就行了。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关凌一个人走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森林里，他在采蘑菇啊啊！我看得见吗？他喜欢吃蘑菇，他已经有十年没吃过蘑菇了。他不刚吃完吗？他采呀采，采呀采，采到了一个棒棒糖，他蹦蹦跳跳的就离开了。走啊走啊走啊，真开心啊！突然一个黑影从他的眼前穿过，二胡差点被掉了。啊，是自己的影子呀。嗨，不对啊，自己的影子哪有那么小，分明是一个小野猫。小野猫蹦蹦跳跳的就回家了。哎，弹性还感觉出来了，到家了。哎呀，真是太有意思了，它不光是有音乐感觉，连中文的理解也都是准确的啊，很不错，很厉害。我们都说音乐是无国界的，音乐是相通的，所以即使没有那么了解中国，没有那么了解中国的文化和音乐，但是仅仅听到这样的旋律，这样的音色，那一刻史明斯也会被感动到。对对对。现在是跟老师学的第几年？第十年了。第十年了、哦、对。然后现在呢，不单单有师生情，还有朋友情。对，或者也像是史明斯在中国亲人般的这种感情，对吧？对，真的是。这十年史明斯在二胡方面取得过什么成绩？老师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史明斯他是我们国内应该说唯一一个非华裔的一个外国选手得过金奖的。哇，中国浙江第二届国际二胡巡演邀请赛海外组金奖。另外就是具有代表性的敦煌杯的比赛，他也是非华裔的外国人得奖的第一人。虽然是铜奖，但已经是外国人能够拿到奖项的第一人。对对对，很厉害，各种各样奖项应该是还是比较多的，这两项奖是具有代表性的，所以作为老师我也是荣光无限。哎，谢谢史明斯。哎，都是你讲的好啊。所以逼得老师也得进步啊，那徒弟都是铜奖的，师傅至少也得是个银奖。我觉得老师之所以能把史密斯教好啊，就是他不仅仅是教了技巧，他还教了音乐背后的故事。其实这个背后的故事渗透的是我们中华文化。对，这可能比简简单单的说我这老师教你炫技啊，教你怎么弹弦，比这个更重要。所以你是让我们听出来你有我们的那个人情味儿在里边，而这个人情味儿是打动观众的地方。对对，谢谢关老师。这十年的时间就已经取得了这么多的成绩，那下一个十年还有哪些计划吗？嗯，对我自己的二胡来说，肯定我不停地学习。会有一天去挑战其他的乐器吗？嗯，这
国还有很多好听的民乐哟，古筝也蛮好的，古筝啊，中人还有那个琵琶，哦，啊，还有那个马头琴呐，什么跟这个有点像。对对，咱们就先从各种弦乐开始吧。马头琴下一个可以练，嗯，可以。马头琴的音色也特别好听。主要就是说，把二胡学好之后，还有中国的音乐还有文化，我也把它在世界上都可以分享分享。也作为中国音乐的传播大使哈。那就继续加油了，好吗？对对对，也谢谢二位，谢谢。那既然史明斯对中国的音乐有了解，那看看对于我们中国的文化或者其他方面的知识掌握的程度怎么样？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一起进入第一关，各个击破。有请我们的出题官球宝上线。就喜欢考外国人。请听题。北京话的特点是会加入儿化音，显得亲切活泼。那么请问以下哪个词不适合加儿化音？薯条肯定有儿化音吧，花盘也有，花盘对吧，广安门，门门肯定有，门门广安门。那这个插座插座没有，座座座有吗？有，板寸儿，没有这么叫的，没有叫板寸儿的啊。那我觉得这个吧，我选这里。你确定吗？寸儿，寸儿，寸儿，半儿寸儿，半儿寸是什么东西？什么叫半儿寸？叫半儿寸吗？三声，板儿寸，板儿板有荷花音的啊，板儿有 OK。对对，但是门儿就有门儿嘛。确定了吗？我就听你吧。啊，好，来，请准备。三二一，厉害 OK。 别看老师六十一岁啊，什么是师傅，对，接球的高手。来，先加上一分。这道题啊，得请我们资深的老北京关玲给大家讲讲。哎，对对对，我叫这个玲哈，这个北京话也是爱叫关玲，也是爱加个儿音。第一个呢，应该把儿化音加在后面，念花盆儿。第二个呢，是把儿加在中间，板儿寸，一种头型。板儿寸。第三个你说对了，薯条。啊，第四个不变，第五个是插座座哦，还有我说我给你让个座，让个座也是这个字儿、哦。对，北京四九城这个城门呢，哪个能加儿化，哪个不能加儿化，这就有讲究了。里九外七皇城四，除了东便门、西便门、广渠门三个门以外，都用大折。哎，这个门指的是非常正规的和特定的名称，比如说我说带你走前门。哎，你出这后门、嗯、你别跟我走后门，就那个门都是很小啊。哎，对，就是口语化的可以加儿音，这个广安门不行、哦、谢谢我们资深的老北京关玲、哎、给我们做出的解答。这道题已经达到了汉语四级的水平，这个题掌握了之后你再拿二泉映月。那也是一个错误的加，这儿就不加儿化了哈，就反正你就拿中国的乐曲就更会有进一步的理解。嗯，好，那开门红哈，哎，这加了儿了哈，开门红得到了一分。请听下一题。中国每个城市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美食，请问以下哪个选项是山西的美食？山西东坡应该是浙江，锅包肉应该是北方的，回锅肉应该是湖南湖北的，湖南的是吧？粉蒸肉应该好像也是江苏那边的，排除法好像过油肉可能是山西的，我选过油肉。那我跟着你吗？你自己决定。粉蒸肉，你注意啊，万一是五号或者三号，你赶快去接一下啊。那我就在这儿吗？哎，对，你站在中间啊。好，老师的意思是什么？你接球的时候要注意弹性。啊，对，好，对，请准备，三、二、一。史密斯这身手真不
发现史明斯的特点了，他接自己上面的接不着，他就适合接旁边的。哎，粉蒸肉是哪里的？粉蒸肉是江西省的传统美食。哦，江西。东坡肉属于浙菜，锅包肉属于东北菜，回锅肉属于川菜，过油肉是山西省的菜。哦，哎，这几种肉菜有你吃过的吗？东坡肉我去过，其他的锅包肉你没吃过？没有。那天我请你吃锅包肉。好啊好啊，酸酸甜甜脆脆啊。杨帆是锅包肉形象代言人。好，这道题接到两个球哈，那得加上两分。好，继续加油哈。耶，请听下一题。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斗秋雨，描写的是以下哪种乐器？大家都是懂音乐的人哈，尤其是你们长期在民族音乐的范畴之内学习交流，所以一定对这五种乐器的音色会有了解。对，我选一。啊，箜篌是什么声音？你选这个？嗯，它有一个 boom 的那个，还有斗秋雨。但是古筝会有。我给你一个建议啊，或者你箜篌，我到古筝；或者你在古筝，我在箜篌。但是我跟你说，所有的这个乐器都可以做这个声音呢，二胡也可以。但哪一个就是更会让我们觉得接近？那好吧，那我就在这儿呗。咋这题都快给难哭了呢？你两边啊？啊，箜篌、古筝有没有正确答案呢？看结果，请准备三、二、一。哎哎，你抓住了，抓住了，抓住了 ，OK。好，在这里呢，要祝贺师生啊，接到一个答案球，为你们再加一分。都靠你了。请秋宝给我们解释一下答案。该诗句引自李平《箜篌引》，生动地记录了李平弹奏箜篌的高超技艺。接下来可以挑战一下箜篌，可以感受一下。好，那接下来还差最后一个球，来，请听下一题。新加坡是东南亚的岛国，当地有一样我们常见的物品是被禁止销售的，请问是以下哪个物品？榴莲、口香糖、驱蚊水、碘酒、可乐。新加坡去过吗？我们乐团很多人都定居在新加坡，参加国乐队的工作，回来了就说。说什么？你到新加坡玩，不能嚼，自己看一下，不能嚼。那口香糖是吧 ？OK。这儿已经开始加儿化了。是口香糖，不是口香糖。你猜新加坡为什么不让吃口香糖了？不礼貌，或者可能太多垃圾。哎，对了，很难清洁的一个垃圾。嗯，口香糖是正确答案吗？那我们接下来看结果啊，请准备三、二、一。太厉害了啊！邓老师接球的时候看着也不像是61岁的人，这像21岁小伙儿啊！啊，来为师徒二人再加两分，现在已经达标了哈！耶！接下来还有第一关的最后一题，希望你们可以再接再厉，好吗？来，请回到三号，请听第五题。中世纪时期，欧洲骑兵在打仗的时候会把哪种蔬菜串成项链戴在身上，来充当自己的护身符？哦，这个我好像听过。嗯，跟洋葱有什么关系的？我认为辣椒。啊？洋葱戴的好像有味儿。对，有味儿。老师，您说的有没有可能是湖南骑兵吗？他问的是欧洲骑兵。在中国来说，你感冒了你就吃蒜，那个是体内的细菌，你带的是体外的细菌。我这样，我就做中国骑兵吧。我在那个洋葱还是大蒜？你说
你三号吧。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你们两个人有没有人站对了答案。三二一，耶！傅老师太厉害了。拉二胡对灵敏度帮助这么大吗？应该是。来，请球宝解释一下为什么带洋葱呢？中世纪欧洲骑兵认为，洋葱是具有神奇力量的护身符，胸前带上它，就能免遭剑戟的刺伤和弓箭的射伤，整个队伍就能保持强大的战斗力，最终夺得胜利。哦，明白了。来，我们最后看一下总成绩。我的天，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球，哇、哦、！Yes， 我们遥远的来一下，来一起进入我们的第二关，叫做奖品追逐战。这可厉害了哈！八个礼物在台面上基本就铺满了。这球宝，你这喜欢考外国友人，你也没考住啊！我确实没想到他中文过四级了。我们先来看一下哈，这八个答案球都已经落下了哈。然后这是球变成的礼物盒，你们运气很好，脚下就有一个哦，所以脚下这道题答对了，这个礼物就可以拿走哦。每答对一个问题就可以往前走一步，遇到不会的问题就过哦。换你会的题 ，OK， 好吗？嗯，请准备180秒倒计时开始。请问，12生肖中唯一一个属于灵长类的动物是什么？猴子。正确。这你不用那么深情，老师，可以快点说吗？请问，我们常说钻什么东西来比喻死脑筋和坐实一根筋的人？死脑筋一根筋的人，钻牛角尖。正确。请问。现代的冰球运动起源于哪个国家？冰球，冰球不可能是冰岛吧 ？Ice hockey， ice hockey 啊、啊，对呀、啊，在哪个国家？加拿大，加拿大。正确。请问，欲把西湖比西子中，西子说的是古代四大美人中的哪一位？这个浙江的美女，就这四个美女。哦，四个美女，有貂蝉，有那个西施。正确。西施，对了，西施。请问，在食堂经常看到的与节约光荣相对应的标语是什么可耻？浪费可耻。正确。请问，儿歌《找朋友》中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的下一句是什么？敬个礼呀，握个手。你是我的好朋友。正确。请问电影《叶问》里一代宗师叶问练习的是哪种拳法？你可急死我了。I know, 喂喂，迎春咏春拳。咏春拳。请问《诗经》中的名句窈窕淑女的下一句是什么？一个君子好逑。正确。请问湖南美食口味虾采用的是哪种虾作为原料？虾。小龙虾。虾了，这回就彻底虾了。真虾了。史明斯，我就想知道咏春那个题。 I know， 你倒是说呀。他最后说出来了。祝贺你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走到了第八格，而且可以带走的是一二两份礼物。可以的。谢谢。哎，不错，谢谢。祝贺你们获得了由紫林醋业提供的正宗山西老陈醋六度礼盒，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谢谢。另外也祝贺你们获得了由竹本色生活用纸品牌帆布提供的帆布本色生活礼盒，帆布真本色，亲密更安心，谢谢。